好，我是蔡小韵，今天我来到这家童装店啦。上一次的时候我来了，找不到泡泡，上次在这里买了一个童装哦，好多人问我让我帮他们选购哦。看一下这个童装的，这些是100码哦，100码，3岁。对，三岁应该2岁多也能穿吧，可以大一点的。你看一下，上次泡泡也穿了一件哦，这些我感觉挺好看的，这些款式哦，还有一些牛仔裤啊，这些你看一下，版型都是很酷的哦。这些面料也不是很硬哦，你看一下，还有这些，我感觉这些都穿着，像泡泡这样穿着的话，不管是男孩女孩子都可以穿了，这些款式哦，哇。是啊，我感觉这些款式，这个怎么卖？这个很柔软的这些，哇，这种到时候会出那种加绒的吧？这些现在广东的这些还没有加绒哦，这些还是薄款哦。你看一下，有人问我这些会不会很硬啊？看一下，这个也不会很硬的，看一下，很柔软的哦。上次我就是没来找到哦，因为买过一次哦，好多人问我，你泡泡的衣服是在哪里买的？其实我是在牛仔城这边，上次的时候就是没看见他们开门，还有一些牛仔裤啊，这些也是很好看，也是100码哦，它也是从100码开始的。等一下我带一条这个回去给泡泡穿一下，这个因为看一下泡泡应该能穿。还有这些颜色的都是很软松的，现在还没有加绒的，都是薄款的，在广东外省都可以穿了，牛仔裤然后不用担心说很硬哦，都是很软松的，我感觉看这里的衣服真的好潮哦，很适合像泡泡这些穿的，真的。等一下我带一些，是啊，买一点比较潮一点的，给他好好打扮一下。好啦，等一下我叫泡泡过来试穿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上身效果怎么样啊。很多人都说泡泡穿的这些很好看哦。我带泡泡过来先。看一下泡泡现在身上穿的这个牛仔裤哦，好酷哦。有点厚，冬天穿很好看。哇，真的很好看哦，你看一下泡泡穿的那个牛仔裤是100码的，还有那些牛仔衣，等一下我让它上身穿一下哦，版型真的很好，很柔软哦。哇，好看好看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哇，跳个舞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哇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牛仔城最棒的妞，好不好？好看好看好看啊，好看啊。泡泡，哇，泡泡穿的这些100码的，可能有点大，但是版型的话真的很好看哦，是不是啊，泡泡？来来来，好看哦，真的很好看哦。哇，正穿穿吗，泡泡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哇，你看，一身都是牛仔装，好酷哦，泡泡你！哇，超级棒啊！那个牛仔裤呢是宽松版型的哦，因为泡泡要穿拉拉裤，所以呢要给他找一点宽松版型的，不错。哇，好看好看！看一下泡泡上身的这个效果。啊，哇，好好看哦！